开台啦，开台啦！湿电胶又要睇得歌，听到嘛？听到嘛？声音画面有冇问题？今日呢一只游戏有少少诡异，叫做 Inside， 即系讲 I will cut you inside out 呢个对白好经典啊，嚟自呢一个《Far Cry 四》。事不宜迟，我哋 kick kick 啦。Play Death Inside。咩有 title 打错字？我打咩啊？改翻先。OK， 唔該晒。今日天氣涼咗好多啊！你有冇覺得我一個勁眼瞓啊？成日都覺得眼瞓到癲啊！一凍咗之下咧，就係都係坐。OK， 睇到啦，眼大睇個龍。今日天气唔系中规中矩啦，冻到癫啊！未醉醒系啊，星期五你觉得嗰个节目点啊？同成龙、迪基亚嗰啲四妹喺度玩 FIFA， 我话知我饮少少，我即刻唔饮啊！劲失劲劲眼瞓。我喝了酒更厉害，你有没有觉得我踢球、啊、会不会有这些感觉？我原来可以这样捐下去。哇，这些是什么人来的？似乎我们要避过这些友仔、啊、不觉我喝了酒的入了成龙四球的和四妹。嗰陣時我睇嘢已經睇得好差啦，即係好似嗰啲中咗閃光彈啊嗰啲咁樣。走啦，契弟。啊，冇人有一兩支唔可以，唔好講飲酒黐線。人出走你出命啊，大佬。你喝酒是为 happy 定喝到自己那些傻了这样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好醒，懂得禁制。以前又过一个谜团 ，is easy。你话下次喝威士忌我？你话咩？但我早两年试过车祸，俾人咩啊？被人撞，早几日律师同我讲，正式搞掂晒啲嘢，啲律师费都系 claim 对加保险，我咩都唔使俾。两年嚟除咗等之外，咩都系律师搞掂。再次证明香港冇包揽诉讼，就系、是、要穷人含。我嬲噶啦，呢、這个不嬲都话包揽诉讼呢个名系好难听，佢特登整到咁咪就系想你觉得唔好嘅嘢咯。点解有啲狗吠声？咩事？系咪会有狗？有人放狗追我？喂，已经有人系咪照到？俾人照田鸡，哇！啲狗嚟啦！救命啊！睇你就一波死狗，跳！哇！好彩啫！咩个包揽诉讼就系、是、啲律师同佢讲，打完官司即系分嗰啲赔偿咯，律师费就唔鬼唔使嗰啲，即系俾律师费，即系平时咧律师咧就系每个钟几钱几钱几钱咁样，而家咧就唔使啦，明唔明啊？明唔明啊？呢、這个就叫包揽诉讼啊！啊！OK， 又系一个细路 Wamble，
唉，大哥，你觉得饮东洋酒系咪可以千杯不醉？唔系，我咧同佢哋讲过嘅，我饮酒嘅数量咧就系 absolute 啫。啲咩叫 absolute 啫？即系你喺鬼佬科学咧就有个，即系你系咪都系饮咁多个毫升，无论几多酒精。即嗰啲可能極少嗰啲咩 Jolly Shandy 啊，咩 Diamond Black 又好啊，我可能我都系，总之我永远都系两杯。醒目噶呢啲，我玩啲智力 game 好劲，你知唔知？律师赚咩？律师咪赚分嗰啲咯，打赢咗咪有分啊！仲多添，人哋鬼佬告你咩麦当劳冇讲嗰个 hot drink 啊，嗰个热饮冇讲话咩诶，小心嘴热，即系人哋饮到绿到喉咙啊，烧灼灼伤咗啊！哇，佢系咪追紧过嚟？喂，契弟就啱喎，咁系咪佢咪即刻告老麦？佢就赔钱噶啦，人哋一赔就赔几十几百万，哇！棘死你，冇事啊佢，就追到我啦，哇！点解啊？佢咧唔知仲有咩小心咩 iPhone， 唔知之前系咩？好似都有试过有啲问题啊，唔知啲电定乜鬼嘢要赔。要赔啲电有问题定点啊？要赔啦！哇，条契弟攞枪，我冇睇错啊！哇，好彩！哇哇哇哇哇，攞 AK 射咗你老板。咁咧，佢又话一赔赔咗几百万，佢话咩要分晒俾成堆都有呢啲问题嘅人。咁佢话咩？如果你有份一齐告定点，你又可以分啊，定点嗰啲咯，类似系咁众多啊，嗰啲赔偿。哇，咁都中喺水喎、啊，白痴啊！好啊，而家嚟啦，都系田村尾嘅小旗点。潜入去啊，傻仔！哇，低能，点解啊？唔够深咩？睇你点射我啊！佢就系武器啊，都系遭妖俾嘅小奇点啊！你朋友阿 wing， 阿 wing。生日快乐！我第日有冇 hangover？ 有啊，第日成日都冇咩精神啊，即系个脑，我首先嗰晚已经瞓唔到觉啦。啲人成日话咩饮醉酒好好瞓，唔系一开头好好瞓，之后成晚瞓唔到，睇个天光。似乎呢个游戏咧个背景似乎就系有一班人追捕我啦。我觉得有啲少少个感觉似嗰啲四百击啊，或者点样？而家我哋嚟到一个阴森嘅，好似稻田咁嘅嘢。阿 wing 嚟结婚。祝佢新婚快乐啦！嗯，有啲蝴蝶啊！好孤单，你会唔会觉得呢个男仔好孤独啊？同埋唔知点解呢个游戏好多死猪。有豬瘟定咩？好啦，爬上去到底会哦？呢度要咁样啦，系嘛？聪明嘅我梗系估到要点做啦，跳入去。
哇，好正喎！呢个音响做得几好。有鸡仔喎、啊，啲鸡仔呢度有支棍碌过佢哋啊，冇嘢。呢个咧，嗯，喐啊，系咪啊？系咁错。上链嘅系嘛？鸡仔都杀咁变态啊！你而家有电啊，家下可以昂。佢会吸住啲嘢，啊！我梗系知道点做啦！你哋谂唔谂到要点做啊？唉，吸得太少。喂，点解啲鸡仔会落翻嚟啊？呢只？跟我嚟啊，鸡仔！喂，跟我过嚟先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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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原来鸡仔系射跌呢啲咁样嘅嘢，好变态咯！啲鸡仔系攞啲鸡仔嚟射啊嘛，好似做子弹咁揞落去咁样咯，啊！你有冇睇过《四百击》呢一套电影？《四百击》呢套电影系法国一个电影嚟啊，系咪好似法国？好正黑白片嚟。咁咧讲一个少年嘅男孩，即系讲佢类似都系做错事啊，或者点啊，就系佢一个人遭遇到啲咩啊？我好鍾意四百擊，佢都係有啲似要最後佢就有啲似都係要咁樣要逃離一啲情況。咁呢最後呢佢就會有個結局嘅，佢個結尾呢好特別。四百擊嘅。嘩，原來呢度有信仰之跳跳落去。四百擊嘅，你有冇睇過啊？四百擊啊。我導鬼佬導演嘅作品啊。四百 hit 啊，英文好似就係。击就系打中嗰个击咯，唔系四百 GB 啊！暂时都冇咩难题难到达哥噶，唔好意思，阿哥对于呢啲逃走好有好醒目啊！四百击喺度，即系如果你系读电影，自称。唉，你哋话咩好鍾意睇戏呀，好识戏嗰啲呀，文青呢，如果冇睇过四百击呢，就真係枉为人啦，就唔好叫自己係咩咩呀，我睇好多戏。我睇大学嘅时候呢，好记得嗰个 Tutor,E1 嘅时候比较文学嘅 Tutor 咁讲，你平时兴趣做啲咩呀，梗係有啲人就答睇戏呀睇戏呀。跟住就话啊。咁啊，跟住佢就即刻睇到，佢又喺度即刻就系我，佢又喺度 challenge， 都话呢个嘢撞我跳，傻仔跳。佢就话你睇过咩戏啊？跟住佢话睇个王家卫嗰啲啊，叫中意睇戏。准备啊，哇，冚落去好聪明。系啊 ，The 400 Bros 啊，1959年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多謝我系夜神月个月俾嘅小旗点啊，多謝你。寻日阿拉加 QU 以加奇，我冇开台都俾小旗点我，多謝你。呢个系咪要咁样跳上去 ？Go， 晕咗喎！哇，咩嚟噶？黐孖筋，嗰个咩嚟啊？老鼠定虫，哇，好核突，冇嘢啊嘛，猪仔。
哇，好变态喎！呢个动作好奇怪。八条橙啊，好正。喂，呢个有咩用啊？哇，好恐怖啊！你有冇见啊？可以控制后面啲人喎。吓，黐线啊！诶，可以咁样喎，系一齐开，哇，控操控紧四个人类啦，变啊，好似丧尸军团一样，跟住你就咁样一路推推推推，定系拉走佢啊？哇，变到黐孖筋，可唔可以砸死啲人啊？好。好恐怖啊！呢啲系咪啲咩活体实验场嗰啲咁样啊？嗰啲人类即系丧尸一样，好似机械人啊！多谢阿伟，再读落去都冇意思俾小奇点。知唔知 FIFA 前几日出咗个 Fat Hero 必中巴凌晨三四点嘅时候，之后到我哋亚洲人起身嘅时候就落咗架。好嘢唔会轮到你哦，不嬲系咁噶啦。阿 Lam 生日快乐啊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四百击系咪新浪潮电影？我唔知喎，我唔系我冇我对电影呢啲时期唔系好知。四百击呢套嘢好好睇。哇，好似突然间雨后天青咁，你有冇觉得好似？所有嘢豁然开朗，有啲好似杀出个未来。呀，嗰只系咪合成兽？嗰只猪都有啲奇怪。哇，嗰度见唔见有一车车嗰啲丧尸？嗰啲人类，嗰啲被控制嘅人就耷晒头，好恐怖。嗯，呢度系咪跳上有条绳啊？嗯，咁样就会咁推落去咧，拉到最后，必中 hero 包咁好，咁嗰啲咁又好，我咪抽我张咪跌价，我张罗比坚尼咪平到癫，有冇搞错啊？个个都有，永远啲好嘢就唔到我咯，即系我好明白，黑仔，黑仔就系黑仔，其实，啱啱睇落去，一开头咧，你觉得好呢嘢游戏好沉重气氛。大家见到呢啲有啲光咧，你又会觉得有少少有啲希望感，但系希望唔系一啲假嘅希望啦。好啦，爬到上嚟。呢度咧令我谂起有一个以前咧咩夜夜迷离有一集又系类似咁样，唔知咧佢就有个学生哥突然间喺度排队，之后排队咧又系一个高台，跟住咧就要佢叫啲学即系嗰个学校咧叫啲学生咧就一夜跳落去，跟住下低有啲软垫嘅唔会砸死，之后个学生好似突然间触电又唔知做咩，诶点解要跳啊咁？之后佢后面有个同学仔系同佢讲唔好嚟，记一嘢跳落去先。佢跳咗落去先讲，跟住就原来嗰间嘢类似嗰啲复制人定咩？总之系控制人思想嗰啲东西咁嘅嘢。
咁嗰、那個係一啲奇怪的學校嚟，夜夜迷你有冇睇過啊？以前明珠台會做啲類似恐怖故事。因為如果世界得你一個，你仲會唔會諗住逃走？唔出奇啊！哦，原來咁樣跳起都可以轉嘅喎。系咪咁样爬？唔得咯喎，最高系咁嘅咋？嗯？我卡咗？呢度又顶住？敖呢边有咩用？有梯，哦，系喎，傻仔，咁啊，跟住咁样再跳啊嘛，傻猪 B。OK，Nice， 系咪唔系 ？The out 咩 limit 啊？嗰套嘢叫 The outer limit 咁样，类似啊，唉，原来要望过另嗰边。有咩低能達？呢只有啲似 Limbo， 但唔係 Limbo， 叫 Inside。好聰明，又解決一關。嗰套嘢好似叫咩迷離境界？你有冇睇過啊？嗰套嘢叫迷離境界。你哋有冇睇过呢个明珠台个有醒起叫中文名？你有冇睇过 The Outer Limit 就类似系咁样。有一套，其中有一集，除了这个我刚刚讲复制人的故事，有一个仲癫。有一集是讲有个女人是咁撩人敦伦的，撩人敦伦，跟住咧撩人敦伦，跟住总之有个男，应该是咁讲，有个男人是咁受到呢些即色情诱惑咁样。嗰阵时咧，好似我系小学，哇！跟住咧，总之敦伦啊、敦敦啊，发现咧嗰条女佢突然变咗干尸死 Q 咗嘅，跟住佢就话嗰啲唔知系咩外星人定咩，要急住搵人繁殖定乜，跟住我要点做啊？我知佢就要人类嘅 sperm 所细个啊，咁即系好不容易最，即系咧，如果佢敦轮咗几次，嗰啲女就唔知成日一敦轮到最尾就话不下噶，不下噶，之后就会变成僵尸啊咁样。跟住咧，跟住点样咧？谂下先。跟住，总之最后一只就好似成功接受到嗰啲 sperms。嗰啲 sperms， 跟住咧就唔知有啲人就帮有啲科学家定咩帮佢接生力添啊？你有冇睇过嗰一集啊？我唔肯定嗰个系咪 Outer Limit 啊，定系 X File 定咩咯？迷离境界好好睇，以前鬼佬好中意有呢啲嘅，即系等于你哋而家成日以前你哋而家成日会喺度讲嗰啲咩诶，嗰套叫乜鬼嘢？咩四人一同归西嗰套嘢叫乜鬼嘢？呢个咩波？嗰套叫咩？有郑伊健啊，有啊罗兰姐，咩跑猪脑后，即系做旁白过场。唉，奇幻潮嗰啲以前鬼佬好兴嘅，即系每集一个单元有啲恐怖故事嗰啲咁样咯。即系等于你 Netflix 咪有嗰套叫咩 Black Mirror 嗰类咁嘅嘢，
如果睇嗰类咁样嘅嘢咯，好，但系我以前嗰啲整得好啲，啲故事都正好多。哇，好恐怖又嚟啊！喂，呢度有个人仔，有个丧尸一号。啊，嗱，呢度有个机关，一阴一阳。好啊，今日咁样。一阴一阳就闩咗门啦 ，OK， 今日应该咁样黐落去，系、哎、啊，仲有咩 Night Vision 啊？咦，明珠台好中意买呢啲啊，嗯、啊。搞掂啊！估唔到我咁聪明，咁快解决咗。又系俾啱啱讲嘅情节黑暗圣经真系有，我冇睇过，我唔知喎、啊。好恐怖，但系我都好中意睇嘅，细个睇呢啲好惊，好恐怖。有一套嘅 Night Vision 都好正。我就讲有一集咧，有一集好好睇嘅，就讲咧有个人，总之话咩突然间收到个遗产，就喂你可以住，你可以继承一个遗产喺一间大屋度，哇！总之你继承呢个遗产条件咧，一定要住喺呢间屋度，哇！总之有条友有个僆仔就收到佢唔知边个叔伯、疏堂乜乜亲戚，哇！唔知咩疏堂亲戚嗰啲寄咗封信嚟，佢就话你可以嚟住，条件咧仲可以享有攞晒继承晒啲钱，但系问题咧就系一定要住喺嗰间大宅嗰度嘅。咁啊呢个时候咧，咁佢一开头好开心啦，哇天降天降横财，我话咩咩天嗰啲懂哇死仔包。动画就会成日讲啊咩跌咗嚟嘅馅饼，天跌落嚟嘅大馅饼，咁佢一开头入去住啊，好开心啊，有个管家木口木面嘅咧，好奇怪，总之好恶，佢就话，总之你一定要住喺呢一度。跟住咧有一日咧，佢就发现咗咧，唔知佢养嗰只雀仔嘅，咁有一日咧唔知道做乜鬼嘢咧就会。只雀仔突然间死咗，佢啲宠物死咗，之后佢好奇怪，谂紧吓发生咩事咧咁样，咁啊跟住冇理到啦，之后又越嚟越开心，之后直至有一日咧，个管家就发现佢见到嗰啲灯咧好似坏坏地嘅闪下闪下，之后个管家就话呢个屋有个规矩嘅，就一定要开晒啲灯，唔可以熄嘅。跟住佢话熄咗会点？熄咗佢好大镬。啊咧，之后有一次咧，就系熄，即系盏灯坏坏地啦，即系劲奇怪，即系佢 feel 到好唔对路，就争啲会窒息死咁。咁原来咧呢个屋咧系有鬼，有啲影子鬼，嗰个 Naruto 啊 ，Naruto 嗰个绿丸有咩影子咩绑杀法。咁总之咧，只要有嗰间屋有影啊，有黑暗咧，佢就大镬噶啦。咁一加入佢就知道佢一开头好惊啦，系咁啊换灯泡啊、成啊嗰啲咁喺度整啊，喺度谂啊应该点解决咧？哎呀！咁但系佢话成日咁样都系有漏网之鱼，佢发现啲灯泡呢一度咧，唔知系咪磁场问题啊？总之灯泡坏得极快，咁佢喂死喎，咁样唔系路喎，大佬，咁样，我好容易死嘅喎。咁样万一瞓下觉，突然间嗰只怪即系个灯泡坏咗，咁我咪死咁样。咁样于是乎咧，佢就决定要同呢只影子怪对付。咁啊好劲，佢点样做咧？佢一开头佢就买咗好多龙雀，一开头买咗好多龙雀，买咗好多纸啊！唉。如果是我一换啲灯泡就爆，系啊，我咁臭手，我买咗好多龙雀啦，
跟住咧亦都买咗一个紫外光灯啊，跟住买咗一个好似纸筒咁嘅嘢包住嗰啲紫外光灯，可以咁样，好似做一个超强力电筒咁样射咗佢。跟住点算呢？点样做呢？佢就谂住，我睇下点玩先。哇！死只太，都系 man 冲冲俾小琪点啊！最近 Twitch 好兴播啲泳衣台，会唔会专会唔会做泳装环节？睇下成龙佢哋咯，成龙咁怕丑，因为转用 LED 灯胆就唔怕坏。嗰阵时未有啊嘛，同埋 LED 灯胆都会坏噶。佢同你锯，佢话咩几年内唔坏，我都试过坏啦。我屋企成支换啫嘛，我啲人地下啲嘢都会喐下喐下，系啊，可能俾佢电咯。咁我未讲完啦，咁啊，梗系佢决定咧就一开头布置好晒，布置啲咩咧？佢又布置咗一排雀咁匿入佢个睡房嗰度，跟住咧。跟住咧，佢又準備好啲燈膽嗰啲掣，逐個逐個熄。佢咧就逐個喺度引，跟住引咗只怪咧，即係慢慢逼近自己睡房同埋嗰個無敵電筒嗰度。有可能夠時間咩？跟住咧，佢就听啲雀仔声，跟住咧见到啲雀仔声咧，就一嘢死。其实我系咪白痴？我一开头开咗佢咪得咯，但系唔开唔到啊！我一开头咁样可唔可以打开佢？傻啊！真系蠢。咁咧，跟住点样做呢？跟住最后佢就一路忍咗只怪，慢慢咁样逼近自己屋企，逼近自己睡房，之后就谂住哈 group 埋晒啊，嗰啲影一齐，之后一嘢攞个究极紫外光灯咁样轰落去啊！跟住以为好开心赢咗啦，佢见到嗰个影好似干尸咁干晒喺度，变一劈嘢。跟住咧点知啊？就唔知突然间房入边咧又有一盏灯突然间熄咗，即系本身个睡房嗰度嗰支又冇熄到啊，定点样？总之嗰下咧佢就大镬啦，跟住只鬼咧就已经冲咗落嚟追住佢，捉到落佢块面嗰度。咁呢个时候佢点样做咧？佢醒目，佢好醒目。你估唔估到点样做？啊？哇！有着屎喎、啊！会扇死喎，系嘛？啊，冇事喎、啊，又系咩熄电视啊？讲 sorry， 咩合埋眼合埋眼有 Q 用咩？等熄，哇！啊！哇，死好多丧尸，好恐怖。哇！有人，我要扮丧尸系嘛？佢最后咧就拉屎咧就系，佢就醒啊！一嘢照落自己只牙，照落自己个头度，佢惊佢俾只鬼碾死定上身，佢一嘢照落去。咁呢个故事最后悲剧收场嚟嘅，即系嗰条友变咗好有钱，但系佢又盲咗。即系故事最后影住佢系咁闹个管家，有个管家婆系咁问佢：快啲 check 下嗰啲灯胆啊，有冇坏到？跟住佢已经 check 过，冇问题。我叫你 check 多次啊 ，check 真啲啊！嗰啲灯胆系咪真系坏？有冇坏到啊 ？Go check one more time。咁类似系咁。哇！你老板女人先跳啊，几狗啊呢条友呢个。多谢大个剧透，唔使睇了，我唔讲你都唔知啊，啱唔啱？都有几多嘢？原来系要喺呢个 area 跳啊！跳慢啲都 OK 啊！我细个仔啲啊，接收信号差啲。OK， 嗰边要咁样拧转头。我系一个机械人。
好恐怖啊。即係而家好似呢，你入咗一个精神病房嗰度，你要扮你一个正常人入咗精神病房嗰度。跟住嗰啲管家嗰啲病房嗰啲员工又会喺度摸住你。你又睇下自己冇事。行太快佢唔会咁介意嘅。哇，仲未完。好恐怖啊。卜卜卜卜卜卜。可唔可以估下劇情讲咩？哇。应该就係呢个細路仔想脫离呢一个变态工厂囉。呢、這个好似複即想将人类变成工具複製人工場咁嘅嘢。哇，你老板啊。俾个色即狗色分哇即刻咬死。只狗识瞓，我谂住继续扮傻啊！契弟走甩魔啦，你老板仲同你跌，仲等你啊！啱啱俾你搞完，走啊！哇，成面都系血！我只狗仲追紧啦，唔好松懈，黐孖筋。哇！即刻头都俾佢咬甩啊！斗快，有冇可能快得过？冇可能啊！点搞喂？喂，黐线呀你！我唔知系咪匿埋？上啊！我搵唔到地方匿，永远唔够快，向后又冇，仲有边度可以匿？睇一睇先。边度有得匿啊？呢度啊？傻仔狗同我斗智力，你畜生嚟嘅咋？哈哈哈！点睇啊？哇哇哇哇！葫芦，我系醒目噶，死咗咁多次，速度又唔够快啊，两边都走唔到，你就谂到，合只狗点解唔系只狗合我啊？黐线！有次揸电单车上山，啲流浪狗。埋嚟快过你架车，真系好惊，时速60咁劲。嗯？哦，咁样玩。OK， 今日再操控呢条友系嘛？啊！繼續拉嗰個嘢，拉唔得，唔得噶喎！唔係，如果呢個嘢控咗埋去，
我而家要将呢个嘢过去，我要开到呢个推咗呢个嘢过去。咁第一件事，呢个闸就必须，呢个箱啊必须喺度。点样先我顶到咧？嗱，而家呢度用一只人咁咁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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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好啊，佢入咗去啦，但系冇用噶噃。跟住我上翻去，呢度又跳唔到。咁关键一定系利用呢个人推咗开咗箱，哦，谂下先，点样可以做到个距离又吊住，而嗰个嘢又开到呢？如果开头有高低差，去到嗰度开咗，但系冇用喎。呢度就有个咁样，都唔够高。有冇咩多一嚿嘢顶住啊？顶个肺！我知点玩啦，呢又要咁样摆落去先。跟住你又将呢个咁样摆，推落去。听到吗？听到吗？听到吗？电脑唔知咩事啊，啱。正常，梗系嬲啦，唔知玩玩下定啊。我弹佢弹咗个嘢，咩 error？ 唔知乜鬼嘢事？哎，白痴我做咩啊？推咗过嚟咪啱咯，俾佢搞乱晒，跟住你要点做咧？跟住你又咁样推，喂，跟住咧讲起呢啲恐怖嘢。系咪咩故事？我醒起咗，今日有人 send 咗 PM 俾我，佢就话咩？佢话咩？康文署有睇我开台，佢话咩？最新开咗一个咩新嘅方式？佢话咩实名咩抽签？唔好话嗰啲墙纸啊，嗰啲篮球场嗰啲啊，佢话咩唔可以再炒墙啦？佢就要用呢啲咁样嘅方案嚟。我要抽签啊！可能唔系斗快卜定乜鬼嘢？我靠！点搞啊，大佬？呢、這个又搞唔到啊！你知唔知啊？而家就有得咁样喺度
卜噶，以前就冇呢啲咁嘅嘢。我估系要咁啦，跟住咧，我要再过去啊，有乜可能啊咁？边度有一头啊，大佬？冇得落楼梯喎，有得落咩？冇得落噶。睇下呢只复制人有啲咩行？哦，黐孖筋，你记唔记得？低能复制人再控制另一只丧尸啊！是几咁黐线嘅事啊！变态哇！佢控制完再控制。好啊，等下先，我系咪一掹头就全部人一齐掹啊？好，一齐除 ，OK， 跟住再控制，搞掂。佢一除，你两边都断啊！好啦，跟住我哋继续喺度推，推到过去，无惊无险，主角又去咗另外一个地方，跟住拉，主角系咪准备会一夜坠入深渊？哇！答案唔系咁啊！啊！呢个位要点做呢？因为佢嗰个锁系喺呢度，所以你又要咁样拱过去，跳落去啦！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，心海潜入最深追逐各与众不同。我好记得个男亲女爱嗰个。以前个 opening 喺度游水啊嘛，你有印象？跟住，嘿嘿啊，嘿嘿嘿嘿啊，嘿嘿，有时说话是最佳天气。跟住咩？匆匆得得得得，雨伞和。有时说话是最咩咩咩清楚，似艳阳伴着我。呢度要点行呢？猛猛你个头！边度啊？好鬼污糟啊！呢个工业区，唔通呢嚿嘢？哇！我窒息死咗，白痴啊！有冇可能一个人可以闭气闭到自己死啊？啊！快上啊！好啊，跟我哋去推去呢一边。但我听过你。讲点行出 comfort zone 去染翻个头，但系咧翻工要见客唔染得金，嗱我染金咗一条鬓，有好多人指手画脚，但我完全唔在乎，感觉真系焕然一新。下一步系染金钉毛，
冇错，最紧系你中意咯，你接受都 OK 咯。呢个都系一种试炼嘅方式，逼嘅，逼出嚟。好啊，而家应该系启动咗水压系统啊，呢个应该系一个堤坝咁嘅之类嘅东西。哇！浸死啊！救命啊！唔好，原来我识游水嘅。蓝蓝天都高挂我的梦，深海唉唔得啦。上埋睇下先。喂，原来呢度有得上去。系应该又搵啲嘢拱落去垫高佢定乜鬼嘢啊？嗯，开喂，嗯，锁住咗喎。你话咩？原来我识游水，我点知佢识唔识游水啊，大佬啊！趁水未滚，未跌，哎，聪明啊嘛！醒目噶嘛？好啦，爬到上嚟啦。而家好似又变翻系月亮，哇！我争啲以为我会砸死俾个鬼。跟住呢嚿嘢应该推翻出去嗰边。有咩踩住点开？我今日听你讲染金，我头走出 conference room， 翻到学校训导主任。兼见校长，咁你呢啲人，你知系傻啦！明知人哋咁样，人哋走出 call 咩个 comfort zone， 唔通你话我未犯个法啊？我而家第一件事试下犯法先，走出 comfort zone 咁样啊？都傻啊！有分啊嘛，大佬，未食过屎喎、啊，未食过屎喎、啊，咁我哋试下食啦，食翻快先啦、啊，吓、啊、有咁咩？咁又开不松啊！我原来要咁样呢个方向拉喎、啊，跟住咧，点解又系屎呢个最好嘅比喻咧？所有负面嘅嘢，你用屎嚟解释就系。最好呢、這个有咩用咧？其实塞住个窿啊，会点啊？跟住咁样揿完冇意义喎、啊。我降呢个水。啱啱捐咗个窿入嚟，睇多次先。啲人推咗落嚟呢度，咁你就可以咁样掹啊，系啦。咁跟住咧。跟住有咩用啊？斟满水，一斟满水呢个就会停咗啦。跟住咁样跳落去，哇！我居然咁聪明，见到呢度原来有条铁链喎。哎呀，点解我咁醒嘅？啦啦啦啦啦！又离开距离脱离精神病院有一大步啦！哇，死仔包又俾啲友夹公仔机咁，哇大镬！哇！呢个嘢识喐噶，你老板哇，蛊惑到咧，呢个大到成个国家咁，你喺呢啲鬼佬啲研究设施啊，好大啊！
鬼佬啲地方咁大嘅咁啦。哇！跟住咧呢个转圈圈，我都估到呢个契弟，我估到你啦呢啲嘢。点有冇讲好醒？拜拜。差唔多啦，前面系啲丧尸之类嘅嘢，搞掂，跳啊！啊，科技创新界，哇！我都估到你噶啦，咩安心出行啊？咩八百万次睇唔切，跟住咧？若实施零加零之后，检疫政策会好难。跟住，哇！建议政府考虑与智方便捆绑，别改为安心 book 场，让市民 book 康体设施。相信只要简易举动，所涉及成本不高。他又指政府可以透过安心出行使用镜头的功能，举办城市寻宝游戏 Treasure Hunt， 在十八区举行派钱和礼物等。大家又点睇呢单嘢？即系简单啲嚟讲，安心出行咧，佢话零加零之后检疫好难，有咩咁难？我唔知啊，难喺边？难的地方系咩？你入咩地方都会喺度嘟噶啦。而家我唔知佢难嘅地方喺边。我好嘥啊，咪好难啊！我系咪饮醉酒啊？就喺度啲酒精，定今日太攰，跟住就将佢变成智方便，即系将成个即系零加零之后咧，将安心出行变成智方便，改为安心 book 场，俾人改做康体设施。点解所涉及成本不高啊？白痴，成个 app 都唔同啦，咁啊低能啊，有乜可能啊？重新上架啦都要，如果你改咁多，梗系玩咩Treasure Hunt？Treasure Hunt 啊，白痴啊，边有人得闲？得嘅，有钱都玩到嘅，但系个 app 咁废。香港搞呢啲咪又系咩？之前又咩？之前咪旅发局唔知派乜，个咩轻晒啦？你搞呢啲全？仲信香港 IT 傻啊，冇可能啦呢啲，话要快，得，哎呀，又加个 button 要几个亿，其他人唔知，政府整嘅即一定要。你老细叫你整咪你嘅人工咯，好简单。下个礼拜同我死掂佢。预算咪几个亿咯，八段锦嗰啲咪几个亿咯，啊？咩啊？大哥闪卡换嘢嗰个有冇下文？好似换咗系嘛？我唔知道，我帮你问下佢。有咩？呢啲冇咩好停台，好正常。啊，讲呢啲又冇咩问题，贵嘅嘢，封剑游人只可以咁讲。人哋讲物超所值咧，冇主观嘅呢啲。啊。好主观嘅呢啲价钱嘅嘢，好主观嘅。又嚟有狗啊？点搞啊？跳落游水唔惊啊？又话咩下一位份工会死咁浪漫咩意思啊？阿木乃红利西嘅助手兼老婆，唔使讲咁多，即刻跳翻落去先。喂，
条友识游水喎、啊，老友。过嚟啊，过嚟啊，睇住啊。畜，你畜生嚟嘅啫。潜啊！哇，我冇气啊，喂，大佬，大佬。你畜生嚟嘅啫，傻仔，同我斗智力，狗，哇，点啊？哇，仲有，救命啊！跳上，哇哇哇哇，我仲未完啊，喂，契弟，快少少，哇，你老板啊！好，第一件事掹烂一条先。喂，咁慢你会掹甩？即刻爬翻过去，我弹出又弹入方糖镜啊呢度啊。诶、啊，你咪过嚟啦，傻仔，傻猪 B， 哇，几醒喎啲契弟。睇住啊，等佢过嚟先，引佢过嚟先。嚟啊，安姑姑，安姑姑，安姑姑。好，掹落快，斗智力啊，早赢咗啦，系掹唔切啫嘛，你知啊，知点玩？你个肉体搞唔到咁劲噶嘛？你哋如果一个人喺呢啲地方度，你哋敢唔敢走路？啊！爹，唔够胆！啊！你哋会系点样处理？个主角体能好好，好再跳，唔走都会死。你讲得几好，所以我都系会走。你又系讲得非常之啱，唔走都系会死，静鸡鸡走，佢都系静鸡鸡走啊。不过遇到好多障碍啊，不过走有好多唔同方法咧。有啲人系即系咩月黑高飞嗰啲，有晒 planning 咁一嘢走。喂！唔系咁渣，呢个细路俾人咁样就俾人发现噶咯。咩料啊？喂，你系煲烟之类啊？又话你识动物全心同只狗倾点数？冇用啦，嗰啲癫狗嚟啦！哇哦，好，又唔系，而且都唔系净系得狗啊！呢、這个难题唔系净系得狗啊！你有冇睇月黑高飞？有时走呢啲越狱呢啲要有好多嗰啲叫做，哇，好多嗰啲准备功夫啊！即系你可能谂啊，咪带啲咩啊？条路线又系点啊？有咩搵多几个朋友一齐夹粉啊？有冇得做 NPC 管翻人？有啊，好咧，个个都想做嗰个最开心。哇！呢、這个好似揸高达咁，呢、這个潜水波沤烂佢，咣！嗯。唔得喎，系咪攞啲咩拱落去啊？有冇用掣啊？咁咩咩啊？震哇！有得玩。原来可以咁样嘅喎，
棍啊！点解我咁聪明识得用呢啲嘢 ？Sharon 生日快乐，多谢你嘅笑啊！你又话我十几岁识唔识呢啲？十几岁嗰阵时我仲劲啊，我脑筋仲灵活啊，十几岁。咁啊，冚落去，哇！狂牛碎金钟。因为寻日睇到 C 朗终于入波，因为状态唔好，跟住咧就话咩默然回首，发现自己都三十几岁，即刻眼湿湿啊！早几咩 C 朗咩中柱啊，又俾人笑啊嘛，啊！我话俾你听啊，葡萄牙都继续世界杯打，佢准备又劲到癫啊！哇，冚到头都痛。他一定是照样发围的，暗佢流力世界杯，佢同我 C 朗同我一样都有肾上腺素依赖症，只要哇冚唔烂啊！再嚟，佢有肾上腺素依赖症，只要世界杯呢啲赛事啊！先至可以激起佢肾上腺素，佢先可以够劲，可唔可以冚落去啊？唔得，到时佢劲啊！而家英超呢啲咩都攞过晒啦，冇 feel。老实讲，好，嗯，跳唔到上去。一定唔多唔少都有呢啲嘅啦，肾上腺素依赖症。有部分场景有隐藏房间且内含小人球底，玩家嘅进入者房间关掉球底，而当所有球底在玩家游玩过程中被关掉时，便能解锁游戏中嘅备用结局。喂，咁系边啊？又嚟呢啲啊？又要揾呢啲隐藏房间？大镬咯！我会攞漏到啊！啊！而家主角经历过一番，喺潜水嚟到一个不知名嘅废墟，利用个潜水器啊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好可惜噶。潜水器可以话佢最安全，令佢有一丝安稳嘅时间，但安稳嘅时间非常之短。他现在又去了另一个设施。好啦，加基 U 姨，都是你昨天给的小旗点啊。miss 了几个？不是吧？在哪啊？哇！怎么搞啊？黐线啊！有嘢揿掣先，拜，走啊！哇，冇事啊，咁样会唔会砸到我啊？冇事冇事。好不容易，朱哥避开咗三个大油桶啊！他又成功自破了一个危险的机关，到底前面还会有什么等着他呢？这一间设施到底为什么会形成呢？为什么会将人类变成丧尸一样来操控？而主角为什么也都有超能力去控制这些丧尸呢？希望什么地下有集，总共14个已经 miss 了7个，又说不用怕，我之后只有拿回。我一个都冇攞到啊！有冇可能啊？以我呢啲咁嘅聪明人，啊，我有可能会 miss。我成日揾好多嘢喎，
我拎举一个，即系开头攞个 achievement 啊嘛。会唔会今日爆机？应该唔会啊吓。呢、這个有冇拉啊？唔得。有咩啊？喷射。哟呼！而家主角嚟到一个好似森林一样嘅地方。正常人应该爆咗，系咩？系咩？系咩？乜真系咁咩？好，好，准备飞入去啦！哟呼！跟住呢一个机关又会启动到啲咩？嗯，我啊就应该呢度有水，我系跳落去嘅，唔惊。呢度游落去会唔会有啲咩又有嘢啊？哇，就系、是、焗死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呢条友唔识自己留意自己啲氧气。嗯？爬唔到上去啊喂！哇！咩事啊？嗰只咩嚟啊？而家系咪可以用翻潜水机器人？吓、啊？嗰只咩怪兽？梁三，梁三日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鲨鱼？点会啊？嗯，冇用喎、啊。但系啱啱开咗呢个闸有咩用啊？奇怪，我哋翻嚟呢度嘅目的系为咗咩啊？啊？我啱啱打开咗个旧嘢。弹喎佢，得咩？我谂唔到弹弹波啊！你有冇咁醒啊？即刻谂到可以有呢个功能啊！哇，真系得喎！出水芙蓉，哟吼！我仲见到嗰隻嘢，我以为要翻过，要翻过去添。好啦，跟住又冚落去，经过一番啊危险啊，主角终于又过一关。而啱啱我哋见到一隻黑色嘅影，究竟系咩呢？喺水底入边，会唔系水底嘅怪兽？呢、這个真系揿唔到。系喎，今日又有打劫喎，好癫喎！你去睇啊，咩咩又有打劫，有个打劫咩咩攞几千万啊嘛，打劫途中又话咩冇咩冇店员，亦都冇顾客，咩英皇珠宝啊，而家好多打劫喎，系 Covid 就可以易啲打劫咩？系咩事？你觉得点解咧？点解突然间系好兴打劫？你觉得原因系啲咩？而家我哋要揾个地方熄嗰啲水。呢度冚啦！有咩挂住？又系咩啊？出船啊！
生意好，点会好生意啊？边个得闲买表嚟啊？喂，几癫喎！咁样出船，咁啊，咁样即刻深潜落去，咁话边度够时间啊，大佬？要咁样徒手？而家边度发达啊？而家点解会啲友多咗嚟做？越穷越穷越见鬼啊！越穷越见鬼，冇钱啲又咪可以癫打劫啊！穷，你好中意打咩美丽新香港？你哋系讲紧美丽新世界嗰本书啊？这个 term 喺边度嚟啊？美丽新世界嗰本书啊？啊？咩的？突然间好多人喺度讲呢个词语。喂，大镬，窒息死啊！唉，你 OK？ 喂，跳上去，主角第一时间要按咗呢一个掣，然后立即游翻上去。咩首歌嚟啊？我冇听，我咪唔知咯。喂喂，嗰本你有冇听啊？你冇睇嗰本书叫《美丽新世界》啊？我冇记错啊？唔系有本书嘅咩？你冇睇过？可未来系点啊？系嘛？好似嗰本书叫，咪咯？我以为呢度引申过嚟啊！吓、啊，即系咁究竟系引申本书定系引申首歌？跳过嘅又要，诶得啦得啦，草威，嗯，我知要点玩咯，你老板难玩咯呢个。我咪即刻入去，加速！我而家其实系要点样先至可以过到？我揿咗掣，呢个水闸就会开，跟住要极速游过嚟啊？咩啊？咁咪难到癫，可唔可以喺呢度即刻嚟解体啊？唔得喎，咁咪好难搞。谂下先，好啦，咁样一路游落去，第一时间揿，跟住即刻快快手上船，唔好做啲傻仔嘢，然后极速冲过去。只船已经停咗啦，嗯，啱啱我只船系过去啊，其实我系啱啱咪 O K 嘅，我系咪白嗰次？谂下先，我突然间好似个人好似太乱啦，啱啱我系过去，跟住我系咪哦？啊，跟住试多次先，谂下先。总之只船要过去啦，系嘛？快啲，快啲，快啲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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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啦，跟住如果咁样即刻揿落去会点啊？
我咪攞嗰个嘢卡住佢，唔得噶，佢一定要有水。个水高船涨位，我啲系咪因为呢个水浅啲？好啊！哇，救命啊！啊，浸死啊！切，根本唔使赶时间，白痴！我急什么？啊，我急什么呢？其实根本就唔使时间，都系咁样弹落去咯，系嘛？好，来哦！OK， 有咩饮酒饮到缩咗？会噶，个脑慢好多啊！饮酒，哇！哇！呢系咩嚟啊？受死吧！妖魔鬼怪，咁劲啊！喂！撞死你！系咪要望住呢条契弟啊？如果唔系，条契弟会追过嚟喎。买酒，有乜落闸放狗啊？咪搞唔掂啊！条契弟咁样追过嚟。点喂？佢玩一二三红绿灯喎呢条友啊！人嚟喎，黐孖筋。停！白痴仔啊！原来我可以撞烂呢个嘢锁住佢啊，低能！咁我识玩啦、啊，我啱啱唔知道呢个嘢原来可以咁样，我以为佢只系一个门锁，原来咁低能啊！咁一早知点玩啊？我都谂紧，喂，咪过嚟啊！你老板咁一早解决到嘅嘢。个闸位边喺呢度？收皮啦！警告你啊！咩傻仔？想捉我？想捉我？呢个系人类，你就冇得话佢咩畜生，似我头先讲英文台故事系，又会咁啱得咁巧，又系讲翻嗰个日光嗰个故事。哎，呢度原来有，其实我阿妈系咪可以唔使理佢，我直接咁样撞上去？嗯？啊，其实得噶、哦，不过我太聪明，有只嘢劲到可以整爆潜水玻璃，应该都系嗰啲，即系呢度系嗰啲钢之炼金术师嗰啲合成兽做出嚟嘅嘢啦。都有啦，加 KU 而俾嘅小旗点，你寻日已经俾咗一次喎，你仲俾？你寻日冇开台已经俾咗一三一四啊，多谢你。Hello， 白暴比 ，I love you more。我学啦，好似啲人话我学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 more。Open up。哇，主角嚟到一个沙滩。四百击又有沙滩，好正。我谂起咧美国嗰个威尼斯定 Santa Monica 嗰个沙滩。
好想去翻美国，好自由，好 free 啊！嗰阵时去旅行，你咩都唔使理。哇！放啲丧尸出嚟先，拉唔喐。但系听朝又买依件飞啊，买鬼到咩？我都试下咯，吓、啊，我都买翻张，诶，睇住瞬间看地球先，边点同呢？拉上去有咩用啊？嗯、啊？拱唔喐嘅，又又话同伊健好熟，边又话好熟啊？我话识佢经理人嗰啲啦，我比较好熟啊，好熟我做啊，成日即刻嗰度新戏都有我啦，新戏做佢助教啦，真系超熟，点都唔会好，可以话好熟啦，系嘛？大哥大，认亲认戚啊！大佬十九，呢个有咩用啊？十八，咩 U 啊？卫仙 U 啊？有啲怪兽啊？乜料？哇，好惊啊！妈咪啊，呢个 lift 系去到边度啊？嗱，我去阿洛杉矶放假，顺便打猴痘针。洛杉矶有猴痘咩？喂，好惊啊！仲惊个 covid 啊，大佬，猴痘啊！即刻谂起嗰啲咩天花，你听到都惊喂！吓、啊，而家 L A 有猴痘咩？点解唔惊？你唔惊猴痘啊？你想中啊？咩啊？唔系空气传染咩？系嘛？一猴话咩啊？点解啊？点解有人话要玩后花园先会种猴痘？而家话咩要打埋咩流感针啊？你咪睇到啊？佢话咩迟啲佢话咩咧？呢几年个个人戴口罩，冇晒冇嗰啲冇人种嗰啲乜鬼嘢啊？种嗰啲感冒或者减少啊？你免疫力好差。跟住咧，我是但一個人類，即係到時大解放之後，即係假設真係，唉，而家宣布政府宣布啦，唔再有好似拜登老爺咁，拜登老爺講話呢一個只是風土病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咁呢個時候咧，佢就話即係大家開始又唔戴口罩啦。有嗰啲措施回复如常嘅时候，咁突然间呢，如果呢有个人中咗嗰啲咩流感呢，就会好大镬啦，因为人类嘅免疫力好弱，係咪呀？咁所以呢，佢就话咩建议嗰个今次係边个专家讲呀、啊、我咁散。咩？我打流感针，我从来冇打过流感针，我从来都。你哋有冇打过流感针？流感针，咁咪佢要每年又唔同，又系咁打。冇，打过一次，打完点啊？佢整得咁快，流感咪流边只防边只？哇！黐孖筋啊！喂，
我而家移动式噶，阿尔移动城堡啊，大佬。你每日都打，有冇咁夸啊？流咁流感年年变种啊嘛，唔系咩叫流行性感冒？哇 ，good 啲死喎喂！你老板，所以我咪话要究竟要点搞咯？呢、這个即系你话你流感，个年年变，喂呢度冧咗，嗯？我咪叠罗汉喂，真系得噶喂你啊！黐线啊！咁点啊？佢哋会唔会跌死啊？我咪除头盔啊？唔得喎！诶，佢又识停喺度嘅，点解？啊？你哋冇理由识停噶喎，机械人。吓、啊，又咁叻嘅，而家好似有人工智能咁，因为佢哋同你一样系扮，点会啊？我戴咗头盔佢先，佢哋系扮咧咩？唔似啊嘛？冠冲疫苗中心叫啲人接种咗新冠有流感，要一齐奔度咁打。有我婆婆话佢已经打 Covid 针四支，中心就唔俾佢打流感，真系好死板噶啦！政府啲人系咁白痴噶啦，你咁低能啊！嗯，哇，而大千晒，好。死板有咩同唔同志？好正常。你讲开啲咩死唔死板啊？我早排我先想讲，哇呢、這个要咁样推落去。好、哦。早排啊，嗰个舞蹈员啊。佢咪话 Will 嗰个演唱会啊，佢咪话咩？佢咪演唱会意外咁样嘅。跟住咧，我睇我喺早排同嗰啲朋友倾偈，佢话咩？人哋有嗰啲咩针灸啊，嗰啲可以入去，即系入去帮佢喺医院、公立医院定咩医院帮佢医治啊。跟住咧，哇，系咪又有 hand 机啊？点解？我见唔到个 chat 喎，而家系黐咗线喎。今日系咪个 server 除咗冻之外，系成个嘢系黐咗种制定乜鬼嘢？啊！我而家仲系咪直播紧啊？癫咗啊！有冇人讲紧嘢啊 ？Over 定系网路坏咗啊？我睇我攞手机嚟睇你哋讲嘢，傻咗啊！系 server 有问题喎，连线。OK， 而家搞掂翻。跟住咧，佢话有中医可以入去帮佢针灸啦。跟住我就醒起嗰阵时啊，我屋企人喺医院啊，我想做呢啲嘢啊，我唔好讲话搵咩中医，笑死！我揾人探，我连探病都唔得啦。跟住，即系佢而家可能就话咩有酌情权可以用咯，我又唔用得，佢又可以用。咁当然啦，呢样嘢我唔系喺度话佢，我觉得系应该嘅，即系先事声明先，戴定头盔先，我系觉得系应该。即系呢样嘢，为人哋想接受多啲治疗，病人医院又唔系做啲咩好 over 嗰啲嘢，咩针灸嗰啲。正式正正常常，如果唔系你嗰中医牌食屎啦！你香港批出嚟咁即系点啊？你又当唔当佢医生定点样？即系大家倾有讲嘅，
啊，系呢个医生我验过执照 ，OK 咁啊啊，可能我哋西医你觉得想试下中医系咪？我话好啊，咁样俾你试。我知啊，而家系咪要过去呢度？咁要点样点样啊？落去跳落去啊？定系爬落去啊？哇吓！诶，原来呢度有塞啊，唔得。咁你咪咩咯？咁你咪咁系可以系正常系应该俾人入去治疗嗰啲嘅喎，系咪先？咁啊倾好晒咁样，啊又俾人佢又可以探平啊！呢样嘢系啊有特殊情况咁探咯，冇问题。啊我嗰阵系唔俾乜都唔俾做，白痴啊，劲死板啊，低能一样。我好憎啲好死板啊！我咪哇！叠罗汉，朋友起身啦！点样叫佢起身啊？拖佢过去啊！哇，真系癫啊！掟条尸咗佢，哇，咁变态啊！喂，接住我啊！跟住又落去，又多一因为你喺我间西医医院揾个中医嚟医，即系落我面啦，有冇咩 respect？ 咁你医到你有进展，咪冇人救啦？你系咪医？你而家系咪医到先？你咪100% 医好咁？你系咪咁串先咁有自信？唔得，你就俾人试其他噶啦。你有冇 respect 个病人权益啊？啊？喂，人哋而家行动不便喎、啊，大佬系好平常喎呢啲嘢，咁计啊吓、啊？好嚟啦嚟啦！所谓酌情权都系得个讲字。系啊，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咯。嗰、那个酌情，我嗰阵时都有问到佢，喂，咁你嗰个酌情权系几时可以用？我话我而家可唔可以用酌情权？我话你话呢度有噶喎，我都喺度，我嗰阵时都有同嗰啲人喺度嘈，我同医院嗰啲人嘈啊。我话喂，咁你嗰个酌情权几时用？总之就而家你唔用得。我最中意听呢啲冇道理，即系冇即系废嘅，即系讲嗰啲 rules。嗰啲原則係假 ，no rules 最好嘅 rules 係 no rules。我有一聽到呢啲，我又會好好笑，我又會夜神月嗰，我就嚟忍唔住笑啦咁。哦，喂，你控制住部車先，大佬你哋，佢會瀉落去咩？OK 啊，梗系跳我上去。咩官讲冇呢个冇官喎，呢个系医院决定嘅，唔系你唔系官唔官。好啊，梗系佢喺度拱，好聪明，有转嘅，有心有心。咁你睇到我一听到我即刻着火哇、啊！点解嗰阵我冇人哋嘢有，我又会好火滚啊！我又会，呢啲系我谂每个有需要嘅病人都应该要有。跟住我有啲朋友有讲啦，即系佢嗰阵时，即系嗰啲屋企人啊咁啱 Covid 嗰阵时走咗定咩咩，跟住又话咩唔俾咩唔俾。咩最后一面人哋讲到咩最后有啲嘢直情睇都冇得睇添，离谱到咁样嘅，咁我就唔知个酌情权系咩，咁你不如话冇，唔好讲呢啲嘢，唔好讲话有定冇啦，冇嘅嘢就话冇，唔好俾啲假希望人，冇噶啦，冇噶啦，啊，我原来咁样跳上去，原来咁样搞，啊冇啊冇。質問佢有冇記唔記得病人約章？
冇用嘅呢啲，点会有用？系咪咁啊？一飞冲天啊！唔得喎。哦，我知点玩啦。准备啊，飞上去！一飞冲天去，一飞冲天去，小小穿梭。病人约章，佢知道佢都唔够胆答你啦，佢敢答？佢咪答翻啲机械人咧？对唔住啊，唔好意思，最中意啦。你去呢啲公务员话啲咪最中意咪听呢啲咯？咩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哋真系唔可以。我哋根据我已经问咗边个边个啦，我哋最后决定都系咁。我哋跟翻呢个条啦，根据而家嘅条例咧，亦真系唔可以探噶。咁，根据我哋医院惯例咧，唔可以有中医入我哋诊所嘅，除非你可以出狱。我嗰阵时系啊，类似系咁样。白痴啊，听记起啊。佢就话啦，如果你要接受中医，包括药饮汤药定乜鬼嘢，佢话你就唔好喺我哋嗰度啦，你就出去。跟住好啊，咁我话咁我请假啦。佢话唔好意思，而家 covid 喎，你又唔可以出去喎，因为我惊惹到啲病喎。佢咁样讲，咁即系我话我咁，我想接受咁点啊，就系唔得噶咯，好简单。跟住同佢嘈啊！你冇用啊！你同佢嘈啊，后来你知你拗到即系就算我唔系口才好叻嗰啲人啊，你同佢讲呢啲，你就算攞几劲啊，边个咩大阿斗陈梦吉拗到佢一动都冇，最后咪就系答翻你啲机械人嘢咯。啊，冇又系咩左边唔系够啦咩？冇啦，而家仲有啊，仲要又咩即场打镬佢？你边度咁啊？你病人，你病人喺入边，你敢唔敢啊？我话俾你听，你敢唔敢？人质喺佢手上，你敢唔敢即场打镬佢？呢啲怒火，呢啲念头，你估我冇咩？啊！即个烙印战士嗰个脑入边嗰啲血管爆咗咁样啦！你估我冇谂过咩？你话怕中西药物冲突？咁我咪根本唔系，你都话咗咯。嗰个决定根本唔系怕中西药物冲突，佢系话。掟过佢就系唔想孭镬咯，佢就同你讲，佢就话啊 ，Oh my god！ 佢话你唔喺呢度搞咪得咯，你唔好喺我视线范围度搞呢啲嘢。喂，呢度要点搞啊？削落嚟，跳啊喂！主要呢样嘢就系我见到就系有个嗰、那个。有两个标准喺度，你会有啲唔锯啫。咁但系嗰个 dancer 阿毛系需要呢啲嘢，我觉得系同意。即系我系主张应该个病人都要有权呢啲啊，唔好喺度又歪曲我啲意思啊，讲明先。俾入外国会唔会有黐线佬咧 ？AA 精长一定会有啦，点会冇啊？我嗰阵都想得，都好似你咁讲。有啲人听到呢啲，你已经火到黐线。你话我嗰下你会点？同佢嘈到面红耳赤噶啦！呀，嗰时咧试过好似达哥咁，嗰阵屋企人就快走啦，都要24小时内快测，即刻跑上落楼梯去车粉买，又要嘟咩安心针，只有登记网站，最后见到一面，嗰刻屋企人要走，打啲医护气力都冇，只有绝望。诶，你同佢讲呢啲会好嘥气嘅。我拉屎，我系笑住喺度同佢讲嘅。我又好似嗰啲咁样，系咩？啊，我系咁样。
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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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会咁讲，哦，规跟规矩啊嘛，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。咁当然都有部分都有好嘅，我唔知道佢嘅难处系咩咯，但系个制度系低能，我只能话个制度系弱智。喂，我而家要点搞啊，大佬？可唔可以拱呢啲契弟落去？嗰嚿石头，佢有个嘢顶住。喂，先生，你明白事理就好冇啊！后来嗰啲人都唔够胆过你啦。而家你要分享呢啲好多嘢讲，喺度都要同佢斗智斗力咁样，你谂呢好多嘢。喂，点搞啊？而家嗰个嘢棘住。哇哇，低能啊！佢嗰阵时见到你啊，又你想话我想搵乜乜乜？边个边个边个睇边个边个揸旗嗰啲，嗰个揸旗嗰啲我死都唔肯见。你话我好忙啊，你同佢讲我喺呢度24小时，系咪五分钟都见唔到啊？我话我咁样同佢讲话，我而家喺呢度瞓啊，佢都够胆话，真系可能佢今日成日都唔翻嚟。我话咁听日咧，你你好似张良咁样，我话喺呢度瞓，我就想见嗰个乜乜乜。嗰、那个老嘢攞嗰本兵书一样，总之就避咗你。冇咁嘅事。我而家要点样可以解决问题？我而家嗰个位系要点做？你喺佢屋企门口等。诶、啊，点解嚿石？嗱，而家佢部车系咁样啦 ，OK。喂喂喂，接住啊，台庆嗰啲啊，弹过去，咁样射落去，跟住咁样冲翻落去，系咪？嘣！架车系咪会冧？因此唔会喎，系要玩呢啲摇摇板道理啊？系咪要喺佢冧之前咁样啊？系咪过呢个灯之后即刻咁样？黐孖筋！又会有人估到啦，好彩我醒目。啦啦啦啦啦！而家主角带领住一班丧尸人，成立咗丧尸军团，到底 group 晒呢一班人去到嗰个机关，会发生啲咩事？好啦，全部人齐集，仲要拖埋呢条尸。各位点解唔跟我走啊？兄弟一齐上啊！佢做咩揞住个头？哇，头痛啊！原来佢控制太多人啊！哇！有迫击炮咪黐筋啊！为咗捉我一个咁嘅僆仔，出动到迫击炮，应该点做咧？要拱佢啦！哇！咩料啊？走！
哇，好彩啊！要有机关喎、啊，你老板迫击炮冲过嚟，梗系拉机关之后咪翻转头啊！哇，咁咩啊？好彩啊，原来拉住喺度。多谢玉娴俾嘅小旗点，医院好多衰人，以前细个俾垃圾医生误诊，食咗几年药，后来睇另一个医生先知误诊。系啊，好多呢啲啊，都好多。好多缺德医生啊，所以你自己睇病呢啲，我成日都叫你哋小心啲。点搞啊？即系你要自己有判断咯，即系好似咁样，你而家喺呢一度，我假设你喺 inside 呢个世界，佢都话你有精神病啊，咁你自己要睇，你自己要谂方法噶啦，好似。大把呢啲啊，唔诊呢啲，成日有医疗事故劲多，每放雨下，话要咁样熄咗佢再开喎、啊。啊，细个都系嘅，你细个都好难小心，即系你通常屋企人，佢又成日叫你。叫你做咩手术啊？乜乜乜？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啊？几个人焗你签啲乜嘢啊？咩？你而家即刻做，如果唔系咧，咩可能要等好耐 ？blah blah blah。有时系方便去做嘢啊，佢又会咁啊。又到牙根。你唔俾佢唔诊啊！好，挡一挡先。喂，点搞啊？冲落去啊 ！Go go go go！ 有可能吗？哦，咁咪要喺呢度先得。定係要咁樣啊？有可能夠快麼？差唔多得喎。喂，死咗。牙本身就唔会痛噶啦，好人好者，佢死咗会话我听啊，佢寿终正寝会话我听，好有逼力我都过，呢、這个音波炮应该要咁样顺住佢系嘛，得唔得啊？系咪再早啲咧？唔好咁急，等佢转一圈先啦，我哋嗱，轰完一嘢。光光啊！唉、哎，好似慢咗，得唔得？可唔可以一次啊？咁都唔得，你再早多一秒啊！我已经跑啊，黐筋，拉停佢走再拉翻，有乜可能啊？咁样拉停佢，我明白你意思喎，系喎，我明白你意思，我明白你意思。喐个契弟，关啊 ！Go go go go！拉得唔好啊！我慢啲啊，傻仔！哎，过啊，过啊，过啊！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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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光啊，你成功过，知不？走，真正已经死了十世啦，咁多呢啲问题。救命啊！光，哇，跳唔到啊！喂，太早咯 ！Go go go go！符禄点咪符禄啊！我咁有脑，我系玩多一个机关嚟够钟啦，差唔多。我呢啲系机械人喎，因为唔系再系丧尸啊！喂，救命救命！原来唔记得咗出面仲有音波炮，喂，要摸实个低能。喂，而家系对啊，其实呢一度如果长期有音波炮，呢度点样住人啊？咦，龙啊！哇！一嘢俾人炸飞天，我冇放开，佢俾人关开咗，嗰度。佢嗰条路太阔，佢俾人一嘢轰爆咗。快啲啊！要谂一谂啊！去美国旅行会唔会户外直播？睇睇情况咯，可以嘅，我都中意。等等，睇定啲先。Go go go, move it！ 争少少死啊！哇，美国人好 friendly 啊！你去直播应该都会好啊！哇，有冇白痴啲啊？呢个位都中。光，跟住佢又会咁样碌过嚟啦，之后就光，所以你就要喺佢向上嘅时候之后落去，跳过去，成功了，哇，你老板啊？吓！冲过去啦！点搞啊？成功死亡，坠落去唔够喎。逛咁样一圈，佢要你一口气冲落去啊！棒啊！即系你要去到呢一个位咁样啊，啱啱好逛落去，我知点玩。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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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啊，主角唔会再死啊！喂，
跳到过去，喺度避一避。哇！哎呀呀，安姑姑，安姑姑 ，L 你捉不到我吧？即刻暴露智力啊啊！本身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喺度练街霸六嘅呢几日，最戆居我练到开始有啲锁成嘅时候，跟住个 beta 完咗。我本身今日系谂住直播街霸六，跟住我做完嘢翻到嚟之后，佢话冇咗，我真系喊咗，我打到劲夜啊练功。我心谂我为咗啲乜啊？搭埋呢个 lift 我哋收工啦嘛。主角经过音波炮嘅地狱，而家要坐一个升降 lift， 不断去到一个唔知咩地方。哇！原来呢个升降机依然受到音波炮嘅攻击，主角将会跌落去啦。佢会唔会好似诺贝尔救命奖咁最后跳起呢？好彩最后系跌落水度。好啊！喂，快啲走啊！几劲？你有冇谂过我会输啊？睇下个迷宫几长，差唔多啦。本身咧，我仲喺度谂，哇！我今晚系咪仲有咩做？今晚我仲要搞呢个直播已经断咗，听日又要搞，就爆！咩死神啊 ？Bridge 啊！冇得跳起我都想啊，就爆啦！十分钟。是不是真的啊？爆嗰天又想什么 game 啊？又最后十分钟，真定假啊？我一识飞你，你说你爆过呢铺信你，真定假啊？听日冇得街霸啦，我 close 咗 beta 冇啦，我只系录嗰两条片。玩咗一半左右咋，系嘛？你是看上瘾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很想看这个小男孩成功脱离什么啊？是啊，是吧？上个人其实挺正的，这个 game 我以前不是玩过一只 Limbo 都是这些啊。啊？其实挺好，还有五十分钟啊，是吧？听日爆埋佢咯，老鼠 game 下星期二出啦，系啊，我就喺度谂紧，你知唔知？我谂紧，哇，好多正 game 就出啦，搞唔掂啊 ！Limbo 最后有冇解释剧情？有，我最后讲，你智力黑色飞嚟，你智力加天能一粒钟左右。你是要三粒钟我一粒钟，你有没有计算啊？我跟你不同啊。是啊，还要出爆机 pose 啊。唔该晒你黑色飞你，唔该晒 thank you 你。咁啊，是但啦，讲多几句差不多收工咯。本身仲有咩讲啊？本身好像仲有想嘅嘢，有样嘢想讲系咩呢？嗰个咩卜墙？仲有啱啱嗰个医院嗰个咩？我好似仲有谂样嘢，死啊！饮醉酒个脑仲未回复翻啊！傻啊！喂，今日喂的士，喂想讲一样，我争啲死啊！你讲的士，我今日咧坐的士去做嘢啊，跟住咧去九龙湾，跟住咧揸揸下，我都吓到黐线，揸揸下咧，佢话唔知佢话行边条路个咩？咩咩去德福好唔好啊？经德福嗰条路去好冇啊？是但啦，我去一上去我瞓啦，仲咁多嘢讲。
即总之去到那下咧，我唔知点解顿醒咗。即系嗰下咧，突然间甩佢中途已经劲快啊！呢条友癫咗，之后咧，跟住咧系听到头啲嗰啲甩尾声，我只眼擘得劲大，系激嗰啲喎，真系你玩头文字啲漂移喎，甩尾喎，跟住嗰个离心力啊超劲，跟住我 sorry 啊 ，sorry 啊，冇，即系好似咩爱夫健有广告咁啊，喂，用爱夫健啦，嗰个咁啊。但系乜都冇冚到，好彩佢就讲 sorry sorry， 我 sorry 老板我咁样讲，我话你黐线噶，我话揸，我话周围都冇，我话你点样揸到咁啊 ？sorry sorry， 佢就讲 sorry sorry， 我哋揸咁快托啊，跟住佢话 sorry sorry， 佢就系咁样讲。又系咩？要咪落咩講多次，你都唔合作事件唔係喂嗰下真係黐線喎！我有一次，我上次撞的士，我有一次我咪話佢咩打八甲轉落雨啊嘛，低能，我見佢轉咗圈啊，黐咗線。呢次又嚟啊！呢次佢肯定係高速入彎冇收油，搞到佢咁樣啦，塞咗行嚇，點會唔轉啊？呢啲都要轉，命都冇啦，就嚟仲唔講？不过嗰下都好眼瞓，跟住我记得仲有几分钟路程，我闹完佢之后，我就即刻瞓翻，之后落车，有冇赞条友劲？仲赞？点样赞得落啊，大佬？听日见工啊，祝福你啊，呢位卡靓猪猪。个的士好眼瞓，咁佢就唔好揸咯。如果系咁嘅话，架车踩到焦皮啊！呢一个系形容得好好啊，系好好啊！你讲好似孖宝赛车咁样，系真系咁样啊，系形容得非常之好吓、啊。搭的士有冇用安全带？一時時啊，有嘅，多數都有，記得都會攬嘅，除非一入我已經失去咗意識啊！次俾大哥拎出嚟，以後冇的士恩載我，你要掉翻紅龜上前，我掟咗佢做乜啦？我唔係要搞人，大佬啊！黐孖筋，仲講咩紅龜啊？你又坐的士仲敢瞓，老嘢睡魔急 call 真系搞唔掂。好啦，我哋时间差唔多啊。唉，欢乐今宵再会，各位金主晚安，多谢大家收睇啦，早啲休息啦，系咁先啦，完。